比较警戒哈，那现在稍微告诉他，欸，我是你妈妈认识的人哈，叫 Dina 的 Zina，Yes， good job， 你就说那个会不让人家剪指甲，就这只是？以前 OK， 就是现在。那就现在嘛哈 ，Yes， 你不要紧。这放吧。对，你看，乖哈，这样讲。放旁边讲。像这种狗哈，你看，比如说我训练它，对不对？嗯。它跟我认识哈。嗯。我后来在，在那个。入侵你们家，他一样会咬我。他这个很明显的，真的、啊。哎，六亲不认，他这先面。你怎么知道他六亲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我看他的一开始的那个反应就知道。他现在哎，有一点觉得我没敌意，对不对？那、嗯、你们一不在，我跟他再熟都没有用哦。嗯。哎，他吃东西是不是会比较大力？就你吃下不会咬到你的手，不会，它比较不会，反而那个小狗比较会。嗯，好了，你稍微退到那边，我慢慢进来一下，你把、哦、那边、哎，因为它一开始哦，你这侵入它的领域，它会比较那个哦，这样。好、哎，来，这边 ，Hello。哎 ，Zina， 一般全正向的，如果训的时候、嗯、看到这一种就不进来了。嗯，我们知道怎么，我看一开始哦，我也要尊重他，我又不看他，你没看到，我说哎、嗯，乖乖乖哈。嗯，然后被这种咬到了就很惨。可是他其实算是。